虽然看起来好大，但系呢个鞋入村咧行咗10分钟就到噶啦。今次安排得唔错喎，我觉得呢三日两夜我哋靠你噶啦，好吗？咁多装饰嘅，唔系我嚟装饰噶咯。呢条村唔欢迎外人，天黑之前你要走。 怪怪地啊！我觉啊，你哋嚟到呢度，我俾你哋重新面对你哋嘅心结。走啊！走啊！冇前冇路点走啊？走去边啊？多谢你，唔住。 我应该带你入嚟嘅。你做成点啊？我唔惊你啊！